来到东埔，发现伊在养生工作者林金才，伊做也给投入为上十年嘞，行遍嘞台湾各地，因为伊发现讲也故乡发现嘞用诶因提变咯，故说伊用诶三年嘞时间来录起，希望来记录伊个故乡发现。广东国发这里一边机林金川还有工作人员来到的玉山国家公园帝都的瓦拉米普托记录的人老太子人互相融合的情形。中一边工作将近三十年的林金川九年代完成了一部山海琼岩的转型，希望比好山好水的发脸记录到清真实的一面。那整个大地的这个颜色的变化，比方说春夏秋冬都有它不同颜色的变化，但是现在发现它的变化的那个节奏是变了。所以基于这样的理由，又基于我是花莲人的理由，又基于现在目前高画质的这样的一个理由，所以我认为应该在这个时候赶快为花莲这个自己的家乡留下一个可以让而后的人大家可以去记忆的，甚至去追溯的这样的影像的结构。全市地图由孔柏花莲的建设，由四季的变化，走顺头还有林暗头，由出权到宗教文化，也记录的客家庄的炎流文化，短短三十分钟的展示，使花莲的林建川总共三年的时间。说他对他的东西的要求非常高，那他也很坚持他自己的理想，我觉得在这一点就可以去激励自己说，在这一方面能够去做精进。那但是我觉得虽然说有这些就是很龟毛啊，但是很坚持，但是他对于土地还有对于人文的部分，他的观察又是非常柔软又是非常细腻的。花莲一个台湾的后花园，就算首都的环境冲击较少，不过全球性的暖化也本季没办法不独到。林建川用自家亲手的摄影，不管是平面也是动态的影像，所有的花莲充满生命力，还有千姿万的景色。学新闻，张国贤，花莲。